怎么又是你？你的实力还是一样坚强嘛。可是就算你赢了这种游戏就能满足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应该很想知道德克斯的主人是谁吧？德克斯的主人？我最讨厌别人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所以说我想借助你的力量。我没有兴趣。那好吧。要求对你也许是太沉重了，我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慢着，我又还没有说我不答应。那么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喽？我有个条件。什么？我们再来比个高下。你昨天看了没有？当然看了。我真羡慕林太郎能够上电视。要是我，我好像感冒了。的真实身份。你说什么啊？徽章比赛的正面意义啊？对啊，这个新奇的报道会以这个为重点。你看，这阵子因为死亡徽章战士的关系，听到了全都是坏消息。死亡徽章战士一上市，有好多人都不再玩徽章比赛了。所以呢，我才想利用这次的报道，让大家回想一下属于徽章比赛的乐趣啊。这就对了。记者就是应该这样。谢谢夸奖。哎，真是没有想到你也这么认真呐。好，我懂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这世界大赛第二名的天领一篑，还有我麦特比，就尽全力助你一臂之力吧。那就谢谢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要说对徽章比赛有正面意义的消息啊。对。请说。有一次徽章比赛，我捡到了100块钱的故事怎么样啊？哇，我想到了，徽章比赛的时候刚好有野猫在水管里生小猫的故事怎么样啊？算了，是我自己不应该问你们这种问题的。对了，西鹤，你有好点子吗？你问我啊。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？这个嘛，你感冒了？就是啊，真伤脑筋。真是的。那我来说一个我还在幼稚园的故事好了。好恶心哦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常常会到我爸爸的公司去玩。因为那里有一个正在念高中的大姐姐，常常会教我许多有关徽章比赛应该有的常识。她让我知道徽章比赛是多么有趣的事。她还告诉我必须遵守比赛规则，跟对手比一个高下，这是一种非常健全的比赛。她还说，最重要的就是透过徽章比赛的交流，就可以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。此外，徽章主人也可以跟徽章战士培养感情。赢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开心，输的时候也会一起哭。我就知道透过徽章比赛可以建立各种不同的友情。这故事真好听。还好啦，能有个姐姐教你真是太棒了耶。能有个姐姐。哎呦，你扯到哪里去了？徽章比赛能够建立友谊，哈，这句话讲得太好了。我们这次的标题就决定用这个了。麦特比，我跟你当初是靠爱情结合在一起的哟。干嘛？快住口啦！恶心死了！不要靠近我啊！用鞭子攻击了！放开我！应该用爱礼物才对啊，麦特比！放开我！麦特比，快点来亲亲！我真想把刚才的故事
让玩死亡徽章战士的人还有神秘的徽章主人听听看。嗯，你说的对，有华。没错，虽然告诉他们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对牛弹琴。打倒德克斯的主人就行了吗？不对，把德克斯带在身边，他一下就会曝光了。我想他平常带在身边的一定是别的徽章战士。哪这么麻烦呢？我看到一个打一个就对了。我们走，普罗战士。那个傻瓜，他倒是挺有意思的。小苗姐，啊，你们好。小苗姐呢？我是来还上次借的漫画的。小苗在仓库那边。真奇怪，小苗姐。哦，你们来啦。哎，小苗姐，你在找什么？这几天有人找我帮他修一个型号很旧的徽章战士，设计图明明是放在这里的。啊啊，找到了。哎，又是这样。真是的，不好意思。啊！这是什么？那是谁的照片啊？这一张啊，是我在徽章战士研究所拍的团体照。这一张大概是3年前的事了吧？真叫人怀念。难不成这个是你？可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啊，怎么会跟徽章战士公司的人拍团体照啊？哦，我没跟你们说啊，因为徽章战士博士是我叔叔啊。冻死我了！冻死我了！武赫博士。武赫老弟他离开这里了。你快，你看这本。那边是小苗姐的私人生活照啊。怎么样，想不想看？又不是我想看就可以看的。那小苗姐，你让我看好了。救命啊！是条死相尸。你是德克斯的主人吗？你也知道不可能啊！再说我是个女生耶。我们一决高下吧。不要！你们哪一个是德克斯的主人？真没格调。他懂不懂打斗也有品味的。无所谓，这个样子才能够把他逼出来啊！听说隔壁班也有人被他攻击了耶。他攻击的对象根本是不分男女的。我本来还想用我的报道把士气给提振起来的，没想到又破功了。想到这个我就生气。我觉得就是因为神秘的徽章主人一直不肯透露身份，所以才会连累到大家的。我不管他有多么正当的理由，看到这么多人都被攻击了，他还不肯出面，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说的也是。本来就是嘛。你呀，快让感冒好起来吧。我知道，谢谢啊。都是黑龙。住手！你快住手！住手！我不是德克斯的主人，跟我没关系。还能修理，太好了。青木看到零件闪闪发亮的话一定很高兴。细鹤。动手，普罗战士。这家伙跟魔鬼没什么两样。我已经来了。他终于出现了。他不出现那就没意思了。
黑龙。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对我说。也没什么事啊，只是想知道你的身份罢了。你没有必要知道。德克斯，长江甲虫号，传送。哼！黑汉号。哼！真是。你就是德克斯的主人吗？哼！你终于来了，普罗战士，你就把他们一起解决掉好了。长江甲虫号，准备第一阵势。德克斯，强化速度。普罗战士，德克斯只是个幌子，长江甲虫号会从他后面攻击。你不去帮他站好吗？他们可是普罗战士的猎户，我怎么好意思抢了他的乐趣呢？好大的威力！好厉害！驰骋模式。撤退。怎么了？竟然跑掉了。你只要一天不表明你的身份，那些无辜的徽章主人就会不断地成为普罗战士的猎物。你最好想清楚。我问你，你是细鹤对不对？而我应该要叫你小细才对。啊，这是你的名牌上写的是大空细鹤对吧？原来那个姐姐就是小苗姐姐。没想到你竟然就是那个小细，我怎么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呢？我早该看出你就是五鹤博士的儿子了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对抗死亡徽章战士呢？因为制造死亡徽章战士的是我爸爸。那博士离开了研究所就去研究死亡徽章战士了？我爸爸他不，这个人已经把灵魂卖给死亡徽章战士了。他根本就不顾我跟妈妈的感受，每天就像着了魔似的埋头研究。你是说武赫博士？我没有办法原谅他这种人，就是因为我对他的恨才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仇恨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，我相信你一定想让他变回以前的样子对吧？真糟糕，我感冒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别走，小谢，你做错了，你不应该做神秘的徽章主人。如果不以你真正的身份面对你爸爸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小谢，徽章战士是你的朋友。徽章战士是我的朋友吗？你是不是怎么了？没有。东东狗，我本来还想以后不要再跟你在一起了呢。主人，我现在已经不叫东东狗，我叫长角甲虫号。说的也是，我已经把你们两个修理好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修饰工作。你在打什么？神秘的徽章主人其实就是大空细鹤。主人，这个你打算传给什么人呢？学校的所有人，当然也要传给黑龙。为什么，主人？我不想再因为我个人给大家造成这么多无谓的麻烦。这么说，你是想告诉大家你的身份了？
不，倒也不是这样。我想到了一个不给大家添麻烦又不需要暴露我身份的办法。那是什么办法？我要让你们自己进行徽章比赛。主人不指挥我们怎么做？你们放心，我会事先预估普罗战士的攻击模式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该怎么做，你们要听好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听说神秘的徽章主人就是谢赫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也收到那封电子邮件了吗？想知道真相的人放学以后请到京城河岸就对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们是怎么了？又不知道寄件人是谁，谁知道上面写的是真是假啊？哎，喜鹤，你就快点告诉大家，那全部都是骗人的。没关系，算了啦。哎，喜鹤，你别走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就叫喜鹤啊？对。我收到了电子邮件，听说你是德克斯的主人。真是的，怎么可能是我嘛？其实我来这里只是想证明我不是神秘的徽章主人。好小子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给我装蒜？没有，伤脑筋。废话少说了，快叫德克斯出来。那是德克斯。你看，我一直站在这里，这里又没有人发出任何命令，所以说德克斯的主人根本就不在这里。那么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想他也许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吧。主人不在，徽章战士就不会战斗的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普罗战士，立刻攻击！首先要把他引到不太好立足的地方去，趁他移动困难的时候，把缆绳射出去。缠住，然后制住他。这个时候，再连续攻击，打到他的功能停止为止。记清楚了。普罗战士，全力攻击！事先教他们的攻击没有达成效果。